就在连喜羊羊和灰太狼都被批判太暴力的时候，一部打着情节特殊、暴力元素过重招牌的内地首部女子冒险动作片将在下月上映。该片号称历经数次送审，在被要求删改上百处镜头之后，终于获得了放映许可。据 Q 主播深入了解发现，该剧画面最多的并不是动作场面，而是汹涌澎湃。突然看到疯疯的旧爱潘双双， Q 主播好想上前打个招呼：嗨，双双，你现在还喜欢拍自己睡觉的样子吗？ We are now going to progress to some steps which are a bit more difficult. Ready, set, and begin. 全是奶，让他们游走丛林中，集中阴霾。全是奶，让他们左右开弓，最后一线无奈。全是奶，让他们无心睡眠，等到身心难耐。全是奶，让他们没有疲惫，否极泰来。看到这么多性感香艳的画面之后， Q 主播只想说，玩摇滚的饶舌小朋友那是否极泰来，否极泰来，否极泰来，否极泰来。